我有一张 NES 卡邮箱给的人。我害怕，我说，我说，不会吧？不会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不会。无法想象你们是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就是真的反差感很强。哇，就感觉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理工生的那种状态，那个造型。而且那位男性好媚呀，我的妈呀！你们好像是没有任何的参赛经验，对吗？嗯，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参加起舞比赛。如果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做这么多人的起舞，其实我结束我是应该会想哭。可是你有看到他们有多冷静吗？你们每一位的情绪都完全保持在一个很镇定的水平，哎，实际上你们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就是挺平静的，人家提前都算过了，你知道吧？哦，都算好好的，原来如此。我看到你们还会用 PPT 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舞蹈，是吗？因为我们11个人来自不同的研究所，在11个不同的地方，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就想提高我们的排练效率，犯的错误啊，以文本的形式，我们会比较直观的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哎哎，看一下后面，什么叫一些？哇，还画一下15度，经线下降15度，感觉在做题。这个 PPT 应该是有简单的16页，简单的16页。因为我们的问题比较多，就大家其实基础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排起舞比较困难。学了没？学到了，学到了，我学到了，我学到了。我们是单纯的想享受这次舞台，结果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我想用我专业的话来说几句。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人设函数没有极限，为爱发电永不收敛。他们都尽自己所能，毫无保留地去释放自己，那股劲儿是真正在那一刻完全地吸引到我了。他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是特别强的人，而且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面有一份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的这种精神。这个舞台你能够看到他们的热爱和坚持。靠树上的看一眼，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地说声再见，遗憾感谢过，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
作品还让我们略过吗？没事，杠杠。想起了我们的青葱时光。就是我也是想那么冷。哎呀。平复一下刚刚的情绪。为什么要选择毕业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大三的，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办法跟就是我们大四的哥哥姐姐们在学校好好的说声再见。然后我们做这作品就希望一是可以把这份特殊的仪式感交到他们手上，而是说希望我们明年大家一起可以在学校有一场不留遗憾的毕业典礼这样子。你们有共同的爱好，热爱是不会毕业的，毕业了以后还可以继续组团，继续跳舞，继续为着这位共同的一个热爱坚持下去。老师，我也想说两句。可以可以。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然后今年是要毕业了，然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到北京参加毕业典礼，然后一直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刚刚看到他们的那个学士服一穿上，哇，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把我们笑哭了好几个。穿上穿上，姐妹怎么穿上？毕业快乐，毕业快乐。你们之间的温暖和爱，我觉得是沸腾校园我们这个节目想要去表达的精神，而且我相信这个作品会让很多的人都会有共鸣，它会永远留在我们沸腾校园这么美丽的一个舞台上。对，你们的社长，其实我刚刚有小小的替他捏一把汗，因为你的衣服没有甩出去，那一下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会多少有点紧张，但是你处理得非常好。你不仅在动作没有乱的情况下把它甩出去，而且并没有影响到后来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做得很好。团的那个主题很容易引发共鸣，因为我是毕业生，我其实看的时候眼眶有点湿润。想好了吗？还没。时间到。好安静，在安静的时刻，我想做一个不太安静的事情。其实呢，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烘托到这儿了。哇，不是吧？我有一张 Nice Card 邮箱给的人。我好害怕，我希望他，我希望，不会吧？不会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不会，不会吧？你可以从他们的表演状态、每个人的神情当中看到他们对于舞台的那一份赤诚，对于舞台的那一份热爱。我在想，也许这张 S 卡能够给到他们很大的鼓励。
白天搞科研，晚上对舞蹈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太帅了。谢谢坤制作人，谢谢。好，最终得分，请看大屏幕。晋级吧！我们商议一下。